镜子反光聚焦的原理大家都知道，那么用镜子能不能点燃一艘船呢？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留言终结者》第四季第三集。大家好，我山哥。留言终结者今天又来挑战阿基米德了。西元前215年，罗马准备征服希腊，阿基米德发现了曙光，据说他建造了一面巨镜，聚集阳光，烧毁入侵的罗马战舰。但经过验证，这条留言已经被破解。亚当打造了一个有300多面镜子的装置，试图把光线聚集在单一热点上，亮确实亮，但致命程度和手电差不多，除了晃眼睛没有别的用途。现在有些观众认为他们做错了，本着严谨的节目风格，终结者决定给他们机会证明他们的论点。观众会以自己的方式设计建造并拍摄下来，用他们的镜子来证明留言终结者错误。所以本期的主题就是阿基米德借光取火大赛。比赛分为两部分，一是建造能聚焦燃烧 1.5 米外目标的镜子，二是建造能燃烧至少30米外目标的装置。这么一看，终结者也算是来脾气了，你们不是觉得我们做实验不行吗？ OK， 又看又 up， 能看 no baby。 等了3个月，终于有几个人来报名了。首先经过预赛，再决定谁来参加决赛。评判标准如下：使用的材料是否符合阿基米德留言的内容，是否能燃烧东西，以及影片拍摄品质。第一个是37岁的维修工人丹库克斯，他制造了镜子悬链线。一排挂在链子上的镜子能制造死光吗？和终结者的装置一样，毫无作用。丹接受挑战30米的燃烧装置，他点燃了一根飞出去的木头，秒速约91米。他想挑战最困难的项目，但根本没证明这装置能烧起东西。很多挑战者都没有抓住重点，比如这位道格兰姆，就是用油漆投掷放在蓝色塑胶袋上的模型船。麦特彼得森打造了很复杂的装置，但也无法重现阿基米德的留言。下一组，凯莉和杰斯，女生队发现阿基米德的镜子中间是六角形，于是依照这个形状建造了设备，还真是将一块软木给点燃了，果断入选。史蒂芬和布兰登用上了凹面镜，瞬间就让目标物起了火，入选。下一位麦克，目前唯一制作大镜子的报名者，他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凹面镜，希望能燃烧三十米外的船。麦克在钢板上抹上镀银剂做成镜子，阿基米德时代就有这种科技，还做出了可调整变焦的装置，很严谨。那么入选旧金山之旅的人员确定：凯莉与杰斯、史蒂芬和布兰登，以及大型死光镜制造者麦克。当然，终结者本身也会作为挑战者参赛。杰米和亚当弄到一个巨大的卫星天线碟，要改造成一个死光镜，镜面必须是完美的凹形才管用，一点不平或刮痕都会减弱死光的威力。为了得到小聚焦点，他们使用2平方厘米的镜子，因为小镜子比较能顺着曲面贴平，这可是个很大的工作量，足足需要6000片。团队整整花了10个小时才全部粘完，测试一下效果不错。接下来去迎接其他挑战者们吧。首先是小型死光镜对战，凯莉和杰斯 VS 布兰登和史蒂芬，他们要直接进入初步测试，然后两队有24小时时间改进武器，再进行 1.5 米取火决赛。比赛规则如下，双方各有3个目标，都是罗马战舰上会有的东西，木头、泡了沥青的麻絮和大麻布料，根据他们点燃这些材料的时间来判定胜负。第一个初步测试目标是木头，布兰登仅用9秒就完成任务，女生队则花费超过2分钟才将其点燃。第二个目标是泡过沥青的麻絮，布兰登组还是9秒内点燃，女生队则以失败告终。凹面镜以固定焦点聚集阳光于一身，达到最高温，但如果目标稍微前后移动就白搭了。下一回合目标大麻布料，结果相同，布兰登组依旧是9秒，女生队惨败，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装置了。24小时后就是正式比赛了，托瑞要开始为大型死光镜决赛做准备。古罗马战舰是搞不来的，起码得弄来一艘木头制成的船。托瑞很快在码头找到了目标，一艘早就停驶的船，上面的洞比铁达尼号还多，剩下的时间就是修修补补了，尽可能的让这艘船往罗马战舰的方向靠拢。另一边的挑战者们还在忙碌，女生队已经想出计划，只要稍微弯曲一面镜子就能得到至少 1.5 米的焦点，很不错的进步，只要再加上15面镜子他们就有机会赢得比赛了。不过男生队也不示弱，布兰登想出新做法，液体在旋转时表面会形成天然的凹面，因此以特定速度旋转液体石膏，等它自然凝固就能达到在 1.5 米处聚焦的凹面。理论不错，但做起来难度不低。经过15个小时后，石膏凹面镜凝固，包上保护铝箔就能做温度测试，可惜热度不高。布兰登和史蒂芬在最后一刻找到新灵感，他们要在钢骨内创造真空环境，附上一层薄膜应该也能做出一面凹面镜。
这个做法确实挺聪明，但超越了阿基米德时代的科技。24小时很快结束，小型死光镜决赛开始。第一回合目标仍是木头，这才要在刚好1.5米外点燃目标。男生队陷入困境，他们的凹面镜不够浅，焦点远远达不到1.5米。女生队的装置也许合乎规则，但产生了很多烟，却并没有起火。男生队果断采用 B 计划，调整真空压力，把聚焦调到刚好1.5米。可惜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冒烟，没有火苗。现在就出现了阿基米德死光镜的1.1方位。参赛者努力利用旧金山中午的强烈阳光，但阿基米德可没有这种选择，他只能利用较弱的拂晓阳光。这是留言的第一个大疑点，目前都没有出现火苗，该拿出终结者大家伙了。下一个回合是詹丽卿的麻絮，终结者组很快就将其点燃了，结果却被取消了资格，因为聚焦点不是1.5米。比赛还没有进行完，太阳躲进云层了，这是太阳死光的另一个大问题，天气。阿基米德的武器是否碰上云层就会失效，又是一个大疑点。第三回合，大麻布料，女生队的装置率先让麻布冒烟，男生队却看到了火苗。裁判格兰出来宣判结果，根据材料使用的创意，废物利用的能力，他认为小型死光镜比赛的赢家是布兰登和史蒂芬，接下来该进行大型死光镜的比赛了。麦克这个大 boss 身份可不简单，他是火箭科学家，负责土星卫星探索太空船的摄影机。如果说有谁能解开这个留言，那想必只能是他了。然而他的大镜子好不容易运过来时，却因为颠簸发生了破损。难道大型死光镜唯一的参赛者就这样被淘汰了吗？现在还不得而知。另一边的终结者收到一条好消息，有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他的学生收到终结者启发，成功用128个30厘米的现代镀银镜点燃了30米外一艘复制罗马战船。他们的成功突然让这个留言又出现了可能性，终结者果断将他们全部请来旧金山，这次要用真船当目标，而且得使用铜镜，在一支箭的射程内让一艘船起火。这符合阿基米德死光留言的全部内容。麻省理工学院请留言终结者建造13个镜架，300个铜镜，每个都要稍微弯曲，让反射光线不会因为距离而消散。这是个相当大的工程，但亚当和杰米并没有感到烦躁，相反他俩还觉得过程很愉快，可能这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吧。凯利帮忙擦亮铜镜，格兰和托瑞则要展开特殊翻修任务，他们要把这艘破船修复，再请麻省理工学院烧光。修复完后又得到新的任务，复制阿基米德创造的被称为蝎子的小型武器。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巨大的十字弓，射程超过180米，它的动力来自于扭力弹簧，在阿基米德时期通常用牛鞭制作，还要打碎牛脑喷在上面。牛脑含有天然乳化剂，能增加牛鞭的弹性和力道。扭力弹簧弩炮开始制作，杰米和亚当到码头为终极实验做准备，他们做出了麻省理工学院大型死光镜的所有零件，现在要全部组装起来。正当麻省理工学院小组为死光镜做最后调整时，他们发现自己多了额外的对手。没错，麦克的大型装置死而复生了，也将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行列。正午的阳光开始发威，这个大型留言测试终于要开始了。学院小组成员控制镜子进行瞄准，当最后一面镜子瞄准好后，效果瞬间就出来了，很大的烟从船头冒了出来，杰米近距离都能听到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不过这温度还不足以点燃船身，为了提高效能，他们调整镜子重新聚焦，温度立刻上升了10度，但仍然还是冒烟，没有火苗。教授让杰米移动船只尝试不同的位置，也不管用。阿基米德死光1.3，罗马船会移动，静止的船都无法点燃，更何况是移动中的船呢？罗马人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在那等着你烧呢？估计你还没有对好焦，人家都登陆了。不服气的众人又把焦点对准帆船，结果这次连烟都不冒了。白色帆布能反射大部分的热，而且一直被风吹动，让死光无法准确聚焦。既然如此，只能放弃铜镜，用现代镜了。现代镜的聚焦效能比铜镜高出20%，但让人气馁的是，还是没有火。经过1个多小时，这个创纪录装置还是没能成功。眼见太阳就要下山了，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船与镜子的距离缩短一半，这样能让死光威力大增。几秒钟后，终于有火苗冒了出来。麻省理工学院和留言终结者的勇敢尝试终于得到了好的结果，但是留言所说的阿基米德运用镜子当武器还是没能实现。可行的武器要能立刻让船着火，估计得比这个装置大上4到5倍才行。最后他们要再试试格兰制作的武器蝎子，将箭头涂上可燃胶并点燃，瞄准战舰发射，改进后再来一次，之后就是百发百中了。
但始终无法让船烧起来。杰米索性做了个汽油弹，终于是一次性把船点燃了，也算是过瘾了。本期的留言终结者用亲身实验再次证明了阿基米德用镜子点燃罗马战舰的流言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今天的留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小伙伴们如果有听过有趣且可信的留言，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欢迎大家关注安哥，我们下期再见。